哎呀，舰长，艾江可算是找到你啦！当然啦，那还能有假吗？怎么看我都是那个崩坏三第一偶像艾江嘛。怎么啦？你一副好像有话要说的样子。舰长，你一定对现在所处的情况感到很纳闷吧？非常抱歉，舰长。就在不久之前，崩坏三受到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数字病毒的攻击，现在各种地方都出现了 bug， 服务器也陷入了瘫痪状态。是，而且因为舰长你登陆的时机很不巧，所以没能正常出现在舰桥，而是被卷到这个数据裂缝里来了。放心吧，舰长，我和首席管理员会好好保护你和你的账号。对了，首先我得把你带回舰桥，数据传输通道就在那边，跟我来吧。舰长，你果然很在意嘛，也难怪。首席管理员可是很少出现在玩家眼前的，他只会在幕后默默地为崩坏三做出贡献。不过你一定会和他相处得很融洽，毕竟他可是超级聪明、超级可靠又超级可爱的。不好，是他的手下居然追到这里来了。舰长你快走，通往剑桥的门就在前面，我来抵挡住他们。让你们看看艾江的实力。舰长你倒是快走啊。核心代码被侵蚀率43%。这下有些棘手了呢。你好，欢迎登陆崩坏三。初次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崩坏三的首席管理员，你可以称呼我管理员小姐。对于你的遭遇，我深表遗憾。你应该已经从艾将那里初步了解了情况吧？本次紧急事态的严重程度，超出了游戏常态防卫机制能处理的范畴，因此，我也不得不亲自接入游戏来进行处理。不过请放心，我和艾酱很快就会将 BBB 驱逐出核心代码，
让崩坏三恢复正常。在此之前，请稍作等待。恐怕是的，病毒所到之处都会在他篡改过的数据中留下这个字符，就像是得意洋洋地为自己的杰作署上签名。请不用担心，崩坏三就由我来守护。好的，但如你所见，由于剑桥的损坏也比较严重，退出游戏的功能暂时也无法使用。不过没关系，爱将拥有让玩家强制登出的权限。对了，他没和你一起回来吗？像是坏掉了的怪物。恐怕是被 BBB 侵蚀了数据，稍等。不妙，看爱将的坐标，似乎是被那些怪物抓走了。 BBB、啊、难道说他已经知晓了三大模块的事情？很遗憾，我会尽快将游戏修复好的，请先在剑桥等待一会儿。在剑桥上是绝对安全的，这我可以保证。这样，而且你应该还有别的理由吧？就是因为你也很喜欢崩坏三，对吧？嗯，我也最喜欢崩坏三了。抱歉，我好像有些过于热切了。你。对了，我还没有问你的名字呢，你是？那么就拜托你协助我修复大家的崩坏三吧。